乡亲一个一个在等护士叫名准备看诊，不过这不是在病院内面，这是在庙边的一个空间。又感觉偏向医疗资源不足，再加上长辈若是要到市区看医生非常不方便，因此毛豆新老病院每天都安排医生到将军区看诊。大概这将九年多的时间，大概已经服务了51000多个病人。那我是肠胃科消化系的医师，那因为这几年C型肝炎的治疗，特别是口服药的治疗根除是我们非常卫福部健保署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那所以我在应该是两年多，差不多快三年的时间，那就是来到将军这边的一个点提供这个C型肝炎的治疗，主要是道宅的治疗，也很感谢这边在地的年丰药局跟我们有合作，那药物的方面都可以很有很好的配搭，那特别是这边有一些老人家连出门拿药都不方便，还可以道宅送药这样子。除了定点看诊，顺回医疗车甲医护人员嘛，四界关怀独居的长辈，进行一个简单的身体评估，还佮提供胃口等等医疗服务，希望会使予独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长者得到一个好的医疗照顾。做方便的，也是因的国规则啊，真袂歹啦。哦，安尼讲说服务性也好啦，啊，伊就来吼，对着这老人啊，拢种种拢有一个帮助啦。哦，唔免遐远。唔免阁予伊，大家坐车坐到遐远，坐无路，吼、哦，对不对？啊，阁而且这边伊阁拜一到拜四，啊，拜二啊，拢有要专车来坐车专送，啊，对这老人甲这迄个拢足有一个意义的啦。毛豆新老病院的这个服务受到真侪将军区在地乡亲的肯定，嘛为偏乡地区做人满满的温暖。南天新闻台将军采访报道。